呀，CCTV 咱还没看呢，这把打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武侠剧啊，那个这叫什么来着？天龙八部？全军出击！这叫什么来着？中奖记得发一下支付宝跟姓名啊！六大门派围剿光明顶，倚天屠龙记是吧？啊，对，倚天屠龙记，我屠龙宝刀和倚天剑，所以叫倚天屠龙记。我们先打一个木魂人，上来直接掘个坑来。我这出拳速度快不快？来，不打了。闪现翼，点燃。好又跟插个眼儿的，看看剑圣来不来啊？一回来，完了！鱼阿杜，这一个扁铲给我拍死了，这个扁铲，哎呀，拍人有点痛啊，这。我正好升了，我先回头干一下子。我大意了，其实我直接闪死不了，不是直接闪的，直接走。我们直接走是死不了的，但我没走。哎呀，这波瞒着碰上剑圣了啊！来，我们来左边截住剑圣。往这边走来，开机宝 ，Q 上来，回来，赶紧回上路，上路的兵线不行了，有好几个小鬼呢，我可不去不了了啊，这可去不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波兵一定不能丢，这波兵丢了玩不了了。一定不要为了这波去帮队友，把自己这些兵全部都丢了啊，没有意义。上路这波兵丢了，绝对玩不了了。我们一定不能丢这波兵，我帮他们的已经够多了，没有时间了。他这个时候再给我打信号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去不了。我无能为力。看能不能吃个塔皮。现在打这个防御塔没用。看能不能直接塔后断他一波兵啊。阿杜跟掏回来，点燃，下大，哎呀，我塔皮没吃到，剑圣来了，溜了，吃个药来。
塔皮没了，但是收了一个木魂银还可以啊。再吃一波冰，160，你很喜欢找我是吧？那么来，我找你一波，啊，如果你这么喜欢找我的话，那么我来找你一波，看看他打没打蛤蟆啊？应该在打三狼，套回来。奥利给！阿杜根，我这是真实伤害，你给我那念咒有什么用？过来找我来了，我回线上了。我的狂风之力呢？我其实有点克制木魂人，你们知道吧？他的小鬼啊，正好可以帮我的一技能晕住他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一回来，本将法者在反抗宿命。哎呀，他生了。他生了可不好办呢，不行啊，他生了我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这个部落将吞噬一切，我直接闪了，这波不能打了。害追啊，你干哈呢害追？害追，我到家了，我还追。生气了，这是。赶紧再吃一层塔皮，我们无敌了。无敌了，兄弟们！这回是真无敌了。刚才还没特别无敌，刚才血瓶出不出来，这回是真是无敌了。拿下！谁可以临时把追了？卢仙是吧？我一会儿再收拾你，你别着急。我们先去上路收拾这个木魂人。先把他的儿子打死，先打他孩子，再打他老婆。哼，现在只要有一个人出现在我屏幕中间了啊，小地图咱不算，就这种大地图，谁在我这范围之内出现了，谁就要死。我先去杀个嘎里奥。抽一下。狂风一语。找回上路。感谢你的服务。
哎，薅回来啊，薅又跟啊，都跟不行了，被打死，有点肉，这小子叫人是吧？我们来个布甲还。W 放早了，他跑了呀，要不然我那 W 打不到了呀，他不跑了吗？那你咋整啊？我这狂风劲夫堵 W 没用，别让我找着这个剑圣，嗯，别让我找着这个剑圣。直接上来放来，我卡住他的位置。哎，来，来，滔滔，一下滔滔 W 狂风之力，打不过。起飞喽！啪啪一啪啪啪啪！我不跟你打，不代表我怕你，小伙子。不猜了啊！这剑圣指不定上哪去了。剑圣可能来了，剑圣来我们打不过，嗯，搁那儿呢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回家了。其实这把阵容啊，对面挺肉的，我不太好玩的进服的。来一个收集者哪去了？来一个女人收集器，下去找敌魂圣枪。你先给我回来！挨吃我一拳，走呗！掏回来！敢打我，小妹妹，在这儿挡。敢打我小妹妹啊，敢打我小妹妹，你给我起飞，居然敢碰我。他们家有蓝 buff， 算了不要了，赶紧上路收线。走，回家收集者。收集者出完，我决定出个本儿点。
这把的阵容可以先右一点，没坏处。中路好像有点厉害呀，我得守一下吧。这中路下路不能去了啊。剑圣，我这敌魂圣枪跟圣枪游侠一回没杀呢。这净忙着手下了，我想杀人，你们能不能帮我守一回？你们帮我守一回吧，啊，给我守一回血，我就不守了。赶紧，我这狂风之力好久没用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下路干一波。就你叫剑圣是吧？先跑啊！回来，打杜根，这怎么还没走呢？这人呢？啊，你不应该往这儿跑了吗？这都干起来了，你还不干？那没走呢？这卢仙，卢仙没走。把这卢仙杀了，哎，可以。我跟你们说，这禁夫啊，还得担待。这英雄打团战不行，差点意思。哎，这有一个啊，给我追！你给我回来吧！把下路一塔拆了。哎呀，这剑圣，哎呀，有点害怕了，你知道吗？剑圣有点害怕了，上波没有秒怕了。我没有狂风之力。哎呀，先扫一下，打中阴影了，有点。走，往下走，这波可以打。闪现啪嚓，起飞！和哪的剑圣？三二一，狂风翼，有点短。嗯，小龙，他有沙漏吗？这石像鬼，跟我来，你俩跟我回来，我给你个重拳，你左我右啊，追呀、啊，你跟我回来。哎，木魂人来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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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干他，你给我回来，给我拍他，给你个波。这里头没视野吧，你给我回来，快跑快跑。哎呀，剑圣给我赶死了。看看他再来个啥啊、哦！
这把对面好像 AD 伤害挺多的，我整个死亡之舞吧。我发现这把我们可以往半右走，你知道吧，可以来个死亡之舞，然后配个无尽这样式的，我还既能扛得住，我又虚区特别狠，应该我感觉我能一个打五个。无尽不要了，无尽不要，无尽换破败，攻速有点慢。刚才跑的有点慢，刚才没回家出板甲，这回有板甲了，跑的就快了。我502的移动速度，我 Q 开起来应该能有600多吧，30%移速，走下就走这塞纳的啊。哎，卢仙来了，狂风一啪啪起飞。你的男人没了，你也得没。回来。夫妻双双把家还了。把下路拆了吧。哎，勾的勾的勾的，哎呦，走的有点快啊，这敢烧，我看谁敢烧。狂风翼回来，给个波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能再扛了，我要死了。先走一走啊，兄弟们，扫描一下，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人，先等一等啊。尤其是这个敌魂圣枪好像要过来查眼来了，这里头应该没有眼吧，好像这里头有没有眼，他放没放眼啊，很危险的，这可怎么办啊。没有眼，这里头一看就是没有眼，我们绕一圈啊。哎呀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我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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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要占有我，只有你们嫂子能占有我。你怎么的呢，我狂风之力接个波，点烟死不了，狼别啃我，你还敢啃我，我给你个嘴巴子。走了，回家了。哎，这个也死了。哦哟，先来个吸血的吧，小龙蛮王，哎，给我追，给我砍他，给我追，你怕什么玩意儿，你追呀，我跟你后头呢，你别怕，你不有大吗，你有大你怕啥呀。哎呀，这是这还害怕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，女人我来了，致命点烟，你给我回来。你给我再回来。
你给我起飞，我就等着你，我都不，我们那个平 A 都不往出放，你知道吧，我们等着这个加速效果，如果我白家打人了那就不行了。小小女人竟敢 A 我，小小女人你给我回来，上去就是两拳，再拆个准度，2300钱够了，我跑得太快了，走回家，我们来个破败，这剑圣害罪啊，这种装备的我们应该是无敌了呀，来让我们找找这个剑圣啊，你给我起飞，躲了我一个狂风之力加E，我到了，你要像个男人一样，你说你说你也不帮着扛一下子，也不像个男人，我先打你老婆，你俩跟我打，那打吧，我掏回来狂风之力，掏回来起飞，别跟他射了，